牛排高温油煎到上色，一旁的加拿大鸭肝如奶油般化开，提炼香气。上色完全后，撒海盐胡椒，再淋上松露、红酒酱摆盘，搭配前菜和浓汤，成就法国经典味道。不过重头戏是这一位，今天是母亲节招待的粉红丝绒蛋糕。内馅五层巨无霸红丝绒蛋糕，用覆盆梅和草莓制作，中间奶油还有红心芭乐颗粒。母亲节即将到来，虽然碰上严峻疫情，但餐厅定位却不太受影响。我们的蓝丝绒把它变成粉红色，那就是因应母亲节，然后有点粉红色的温馨的气氛。定位的情况现在大概是80%左右。和病毒共存后的第一个节日，业者出招抢客，另一家则用特殊口味来应战，为您送上我们的母亲节中式蛋糕，上头是红枣玛吉，下面则用黑糯米、芋泥和红豆年糕堆叠而成，口感扎实不甜腻。一旁软嫩东坡肉剪成小片，夹入挂包，还有热腾腾的砂锅鸡汤，搭配时令白芦笋和彩色小龙汤包，浮夸经典菜色摆满桌，成功吸引饕客出笼。有，我已经在这边订位置了。对对对，我带妈妈过来这边吃饭。哦，目前内用的状况的话，大概定位已经有6-7%左右。那外带的话，目前比去年同场比已经生长了40%。与疫情共存的首个节日，各家餐厅已有应变经验，加上疫苗覆盖率普及，刚性需求加持业绩，不影响过节心情，也把冲击降到最低。三立新闻苏云宽、林孟山台北采访报道。